正见正起，你不是发火吗？你妈归家打个鸡啊！那你又不想定归家，不定就定归家吗？定归家很烂啊！啊，偏。可以啊，大姐。翻开吧，翻开翻开始。不是一样的，感觉没什么区别。没，这是因为这款材料薄，它有厚量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什么区别的。真没什么，这焊接难不多了呀。然后呢？不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。最起码现在上下。